Ask Taiwanese. How do native speakers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was your first tim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学写字是幼稚园的时候写自己的名字。老师发给你空白作业本，都是方格方格，然后你就写自己的名字，一直重复写。然后这个时候名字很难写的同学就会很哦，为什么这么难写，笔画这么多。到小学的时候就会开始学生字，这个时候的作业本呢就会有笔画跟顺序，所以你只要跟着笔画一格一格写，你就会知道这个字的正确顺序怎么写。然后老师在课堂上面也会用黑板跟粉笔分解动作教你这样一横一撇一竖这样子写出来。Do you remember back in school, teacher told us how to write the character by raising our hand and writing in the air? That's every Chinese class memory. 那印象中我是有的，就是作业本会去教这件事情。那还有我们还有书法课也会教这件事情。那老师在课堂上面也会用空中去写字这样子。Did you spend time practicing writing at home?在家里的时候练习，通常写完生字本、甲本、乙本都已经很够了，因为一个字的笔画这么多，然后你每写一个字，你就要重复写二三十遍，一定会记得怎么写。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在额外练习，除非是很难的字，我不太知道它怎么写的话，妈妈会牵我的手，然后跟着那个字的笔画写。那通常回家写的都是回学校作业啊，那学校作业就是会有作业本，那你要照它的一个规定去写字。那通常小时候就会急着想要把功课写完就赶快出去玩，所以通常都不会花很多时间写。Do you sometimes forget how to write character? 现在很常忘记怎么写啊，小时候也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常，因为离不开3C 用品，都会用打字啊，那会打字又不一定会写得出来，所以的确现在很常忘记，如果没有每天需要写字工作的人的话。其实小时候刚学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啊，那忘记的话可能写错字，那写错字的话老师就会罚写，那罚写就是会让你去身体去记忆那个字怎么写。对，Do you follow the correct stroke order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 自从学会写字之后，我就按照正确的笔画顺序啊，因为都已经记住这样子了，也没必要再乱写一通吧。而且笔画我觉得是有它道理在的，的确写起来会比较方便。那就是会啊，因为小时候就是常常我们要写作业啊，或是老师会教，那真的写错的话，也会有罚写去纠正这些事情。对。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learn new characters? 一共在学校花了6年吧，我觉得就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是学生字，日常生活中会用得到的字的时候。因为到了国中开始学的中文都是古文，比较难在日常生活中用到。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只学了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吧，就是差不多会的都会了。对，其实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小学其实就一直在学新的字，而且在生活上其实我们都碰到中文，所以我们都会无时无刻都在学新的字。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constantly look up radicals in Chinese class? 查部首，查字典，有，就是你要先带一本很笨重的字典去学校，然后呢老师会告诉你哪几个字要你查字典，然后你回家查完跟他说。对，我有点忘记是怎样，好像是要找这个部首有几画，然后从五画的话就翻到五画的那边去慢慢找，好像是这样，我不太确定，有点忘记。但是我觉得虽然不是必要，但是了解字的部首的确有助于了解这个字的含义，就算你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它的部首，比如说它是
木部，那你知道它大概就是跟植物有关，那你知道它是火部，就是跟火啊、电灯这一类有关的，所以是有助于了解的，但是不一定要会查啦，查部首饰还很麻烦。嗯，那通常看不懂的字，就是会先去看它的字的部首是什么，那部首就是上下左右。 的字，比如说"吃"的话，就是左面是口字部嘛。那再去翻字典，依据它字首去翻字典，然后找到对应的字。对。Do you think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write? 我觉得中文字真的很难写。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的话，百分之百不会想要学中文，因为太难写了。你随便学一个欧洲的语言，你会写 A B C D。 你就没问题啦，可是你学中文，你会讲会听，但是你不一定会写，也不一定看得懂。我觉得是蛮难的啦，因为相比英文来说，英文就是26个字母去排列组合。对，那中文字是象形文字，而且有它的一些历史在，所以我觉得相比英文来说算是比较难的一个语言量子。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our foreign friends who is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 now? 我其实蛮佩服你们有这个勇气挑战中文的，但是文法很简单啦，所以有好有坏，所以祝福你们在学习中文的路上就是很顺利啊，然后开开心心。我现在工作环境有一些日本人，那他们有少数人有去学中文，那对我的我们工作上面的沟通还有一些交流都是蛮加分的事情。 那我认为在台湾这个环境，如果说你会中文跟写中文的话，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对，谢谢。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y Chinese character course and you're ready to feel more independent in life, definitely join the waitlist of this course to get the lowest price ever. The link is in my bio. Go and check out more information there.